怎么会去判断他这个跳跃是好是坏？其实我们通常跳水出去的话，大概会是以水面大概是45度左右，这是最好的。那当然就是有些选手可能在基地跳的没有那么大的时候，可能在30度、45度下水，其实那个是最他的漂，不管是在往前漂各方面都是最远的。对，好，破0.01，是。预赛的成绩来讲，游出17分57.15的这个郭瑞安，确实在预赛的成绩是比较明显的。因为1500就是一个很长的项目，对，1500就是真的是大概游完800就可以知道选手的一个落差就会出来，最差在500，500完之后大家连在一起的时候就看后面大家怎么。后面。OK， 恭喜邓宇威选手。是。